叫沙托尼慢咗。好啦，呢边再斗过嚟，列文俾到过嚟，有机会送沙骨，冲啊！曾文辉嚟，哇，打少个都唔惊你啊，照去送沙。阿志明话你放个位嚟咧，一个急停，冇人冚上嚟啊，真系得两个啊！就嚟咯，伊高沙托尼弱入底，传中，睇到定起脚，劳高加一脚点啊，又散到人。好啦，打烟脚。解围都发现，咦？点解六三嘅嚟嘅咧？全部因为系啊，全部失晒入禁区里面啊嘛。硬抽一脚，救到只后冲头锤，再救谢德谦。如果保持零比零，真系可能呢一票归你所有啦。阿欧冲之下头锤有冇三有冇两尺三尺咧？哇！真系咁啊，喺细禁区里面顶落啦，啱晒大佬河车啦，啊，系咁放上传。哦，好啦，上咗身嘅啦，而家吓近处呢个劲射入，上嚟帮下手啦。但系会俾佢嚟中间想突破啊，好难啊吓。九啊五分几啦，廿到我帮你世界啦，哇！去啊，起身，哇！去，传过去隔篱，系咪横传？自己起嘅，哇！哇！哇！跳晒彩啦！跳咗闸，换中篮区，换中篮区啲球，啲球员跳晒出嚟，好俾劲！你睇下郑少聪冲埋出去庆祝，呢啲镜头真系难得。点解又带住个黑超嚟庆祝？但系阿 Vicky 一嘢揽埋去，好似打咗啊子弹一锤咁样。唔紧要啊，真系要打你一锤，锡晒你啊！嗱，特别就系佢跌。俾人踢跌，佢冇話炸地，跌咗一下，即刻第二下再爬翻起身嚇，然後製造到呢個入球出現，啲鬥志真係嚇。但係和富大埔係其實好多機會。嗱，呢個睇下第一下，第一下踏落去，洪慶華呢個已經瞓落去啦，佢可以跌㗎啦，但係佢照爬翻起身，咁啊以為佢會交個波出嚟啦，佢將因住射個遠處，哇，處理得！即係以依個情況之下咧，子彈係處理得好好好。呢個亦都係尾段要擺佢出嚟嘅一個最重要原因。打少個靠佢速度打反擊。但係今次佢係真係把握能力係異常地好。當然佢可以傳出嚟俾勞工，但係唔知佢係會補上補㗎。好啦，再起腳。好啦，呢度會唔會拖延時間啦？會踢遠啲咧。見到阿卡拉石咧，真係趌曬腳㗎啦，已經嚇。再嚟放落空位啦。佢冇選擇，因為覺得拖延時間咧已經係一個最好嘅任務啦。等人嚟踢佢啦！哦，嗱呢度出手啦，梁冠聰。佢就係想揈開佢嘅，佢唔係話出手去打人，佢係想喂我揈開你隻手，因為佢壓佢啊嘛。咁啊，繼而個動作就大咗啲啦。好啦，梁冠聰佢都覺得好唔抵噶啦，相信啊，今日咁多機會門前處邊。全部咁樣錯過咗，最後，吹咗完場雞啦喎！吹咗完場雞，好啦，咁啊，頭先嗰下真係好激情嘅表現啊！即係估唔到咁嘅劣勢之下，咁啊，結果咧全場啊，冠中南區憑住夏志明嚇尾段嘅呢個入球咧，以1-0咧擊敗咗和富大埔。整體下半場和富大埔當打多一人。反而他哋即係攞到個形勢，但係嗰個威脅咧，冇11-11個陣咁好。呢個就係頭先我哋提及，有時打多一人攞到未必係一個絕佳嘅著數。咁但係當然啦，雖然夏志明係最後入波電勝嗰一個，但係你嘅票數究竟會俾謝德謙守得住後方，定還是攻得入球嘅夏志明咧？就唔係識隨轉變啦。但整體咧，呢場比賽咧就好睇啊！上半場冠中南區縮後去做嗰個防務打反擊，和富大埔好多機會。下半場冠中南區加多兩前肉緊，初段攞到個勢，然後打少一個攻防戰，到打一個反擊戰，去到補時階段，突然間因為和富大埔壓得好前啊，成日後面得翻兩個，令到咧就。冠中南區可以善用到佢哋嗰個反擊，繼而最後1-0贏波，開季4連勝，12分落咗袋。唔係呢場波見到開波初段，即係其實成個上半場應該話全場嚟講個進攻咧係冇咗夏至。